Long time no see。张先生啊，李教授啊，八匹马呀，六里六啊，四季财呀，五斤可以少啊。哎，咱们俩怎么划起拳来了？还不是跟您学的吗？哎，说真的，今天你真得请我喝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发了一笔大财。别吹了。哎，不骗你，我刚得了一笔奖金。奖金多少？500万。我有500万。5000万掉了。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瑞典皇家科学院各奖250万，这是支票。好，我瞅瞅，我瞅瞅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瑞典皇家科学院，凭什么给你奖金？哼，因为我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贡献？说来听听。收回去。经我研究发现呢，中国人、美国人500年前是一家。中国人、美国人500年前是一家，骗小朋友去吧。哎呀，说来你不得不信。燕尾提仙。举几个例子，先说几个方位词，先说北方的北。大家知道汉武帝时期北方有一支叫匈奴的民族，匈奴人长期惊扰北方，为了边境安宁还修了万里长城呢。那可是几千年过去了，还有匈奴吗？没有，没了。没了吧？没了。匈奴去哪儿了？匈奴上哪儿去了？美国人已经告诉你了。美国人怎么知道？美国话，北方的北就是 North， 奴儿死，匈奴的儿子死了。哦，你说的是北方的北，美国人就说 North， 奴儿死。奴隶的儿子死了？匈奴的儿子死了。哦，匈奴，哦，匈奴，匈奴，匈奴的儿子，匈奴的儿子死了。你想呢？匈奴的儿子死了，还有孙子吗？没了儿子孙子，匈奴不就绝后了吗？上哪去找匈奴啊？是不是没有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可每个人怎么知道匈奴的儿子死了？美国人不光知道匈奴的儿子死了，他还老早就知道了丝绸是中国的南方产的。丝绸是中国南方产的，这又从何说起？哎，你知道吗？美国话这个南方的南怎么说？ South， 中国南方洋场当然是 South 了，所以美国话说南 South， 对吧？ South。 美国人还预测腐败从中国的东部开始。腐败从中国的东部开始，还预测？哎，是啊，你看了，中国东部先搞改革开放，人们不是要批土地、批项目吗？就是找官员们了。是得找官员的，哦，是得找当官的。当官的怎么说呢？当官的怎么说？你要批土地吗？你要批项目吗？你要找我盖章吗？你想赚钱吗？哎，你不得意思意思吗？意思意思。哎，是得意思意思，可不能白帮忙了，不是啊？是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美国话说东，意思意思意思。我们学英语啊，不能够死记硬背。美国话其实好多地方都提示我们了。哎呀，这里边还有什么学问吗？学问大的呢，想学吗？
哎呀，下去下去，哎，拜你为师。我问你，星期一怎么说？有什么感觉？星期一有什么感觉？哎呦，忙得不得了。对，休息了两天，落下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一上班就忙得不得了。所以就是英语星期是 Monday。对，美国话说星期一是 Monday。那么星期一过后，是不是星期二该吐口气了？哎，星期二就是 Tuesday。星期二是 Tuesday， 星期三是不是可以玩一玩了？星期三刚想玩一玩 ，Wednesday。星期四呢，孙儿子呢又来把我逮着了。孙儿子把我逮着了。Thursday。星期五，星期五再来，我孙子再来，我就不耐烦，不爱他了。哎，所以星期五就是 Friday。星期六。星期六，星期六就撒手给他们带吧。对 ，Saturday。哎，星期天我也赖不过去了，干脆三个孙子一块带吧。哦，星期天美国话叫三带，原来是三个孙子一起带啊。哎呀，老弟，说半天啊，我觉得你，哎，我觉得你知识。智商很高。哦，智商很高，对对对，智商很高，肯定读过不少书。不敢的。肯定祖上很富有了。哎，你算是猜对了，我祖上他们是很有钱的，大吃大喝，日日吃，月月吃，日月吃。哦，日日吃，月月吃，日月瑞吃。Rich， 太富有了，你富上太富有了。可是到了我爸了，讲不讲会？因为比较长一点，会长意思就是我们不讲了，就讲到这里了。对，以后再来。哎哎，再说，还有结尾，还有结尾、啊、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暂时。啊，这个，所以我说中国话、美国话有共同之处，因此我得出的结论就是，中国人、美国人500年前是一家。